没有，你不用听我那个，那个是外面的，不跟我没关系。好 ，A C， 没有啊 ，C 呀，好 ，C。네 I just wanna 你这样，三二一的时候你一，就是一的时候按就行了。三二按，你知道吗？三二。来，三来三来。应该是他不知道是崴着了怎么，就是他那个是，就是那个脚就是在上来的那一下又跳了，但是那个东西又震到我，就等于是我其实是在平面跳的，我在平面起跳的，但我在平面起跳的时候他那个东西砰给了我一下，就那一下，就是那个起跳我也要往下面压一下再起跳嘛，就这个压的这个他那个砰一下就正好达到一下。你现在是走路多疼？走路疼啊。摆是这样疼啊。是哪里疼吗？脚踝，脚踝，脚踝这块。并不是好嘞，并不是。我老说不。王姐，但是记住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放开啊。睡觉的时候放开是吧？啊，你动的时候你放一会儿，你要睡觉不放，血不流通了也很麻烦的。没了。行吧，那我们先冰敷，谢谢大夫。晚上我要是还有啥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啊，好的好的。好嘞好嘞。今天晚上冰敷完，明天也是啊。你的脚干嘛？对对对。我还是坐那儿坐着。稍微肿了，然后就一直在冰敷。好，一直在冰敷，好。需要帮忙，这个给他上吧，这个给他上吧。现在能动吧？脚站起来，把重心放到这个脚放着。这您摸这个地方有点疼，因为这块它有点翘出来。这叫脊柱活化器，整体腔。放松啊，哇，来放松。等一下，有床吗？床，要不要沙发能躺？因为他的腰椎大概也有点问题。可以躺地上，我可以躺地上吗？可以。好嘞，可以了。OK， 谢谢。通底部，等一下看一下状况吧。这个要上片的人呢，一会儿我们不要彩排嘛。嗯。这个弄完以后还能彩。待会儿我把它拉到那个。彩排，你说所有的软组织损伤没有？这么容易好？应该是韧带拉伤了吧？韧带拉伤，韧带拉伤。如果明天早上还有的话，在八点左右联系我。OK。打冲击波。冲击波。让他的，他就直接打在那边，然后让你的劳损的组织就。散掉，然后疼痛马上没感觉，啊，然后打四到六次以后还会更好，但是你这个打起来你可能会哭的，啊，你之前伤过，对，你怎么知道？对，我觉得比较舒服，我去了哦，可以，晕好的。对，晕一次等于扎十次。他这个没有什么支撑力。
你等会能在台上别跳了吗？你就走位子行吗？六老师，今天晚上不能跳。那你告诉他好不好？哎，今天晚上别跳了，明天如果状况好，我们就不见面了。哦，今天不跳，明天说不定就见面了。哎。你都叫他，是不是就肯定别跳，就走一走是吧？走一走吧，走一走可以。你不要上台又跳。好嘞。你看这是不好的东西。对对对。如果他要对，现在这边是场地真的。拉伤吗？原本就拉伤啊，再跳就更拉伤啊。哎，你不能跟那个升降老师说，让他们先对。因为真的，咱们也不说发脾气啥的，咱们这个，不干啊。是你是最值得依赖，还早就是你老板，用嘴边说还是骗。还疼吗？能放点什么？明天不打针。不行，那个针对你长期好，必须得去打。你这本来就有伤。必须得去打。没有人。没有人，完全保密。好，等一下再反过来，我帮你打。然后他走路只要把重心全放，他也能放在重心放在右脚上。是，没有，要先校正一下骨骼，然后再来处理这个问题。康启波，我会让你先适应一下。然后你感觉一下，例如说他在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这样子，一点感觉没有，对吧？对，就是这样，一点。哦。这什么？这不疼，哎呀，一点，一点点，这里比较疼。不错哦，还可以。这里最疼。这里不，那疼。啊！拉飞，你是很勇敢的，因为通常人家都会把脚收回来的。我在跳舞呀，你在跳舞。这里呢？没有。嗯。这里呢？疼。上台吃个止痛针。对。Yeah. How are you? Good. Feeling better? Maybe. Maybe. Just a little more time. Time can heal. Feel your mind.杀的不过是锁定的心。
How's it feel now? Better. Yeah, better. Get some medicine and don't want to. Right, right. You can still. You don't need me to do it. I can do it. I can do it. I can do it.他就借着那个气氛，对那个气氛就直接。然后你再穿那个。Yours。Woohoo! That was good. That's good.